晚安，Hello，大家晚安。Hello，晚安大家。我去拿一个东西。大家晚安。嗨，晚上好。谢谢豆仔侯影的一封信。Hello Loli，Hello 嘿嘿嘿，Hello 五花肉战队，Hello 玄米，Hello 小易，Hello 切王星马家，Hello Bonnie，Hello 谢谢侯影的。行李箱 ，Hello， 谢谢初风的幸运四叶草 ，Hello， 竹轮，谢谢信伟的一封信 ，Hello， 蛋塔 ，Hello， 安西 ，Hello， 华轩，谢谢吉米周的守护灵，耶、yeah, ，谢谢艾拉的爱的烟火，谢谢蛋塔的告白气球，晚上好，晚上好，大家。谢谢小孩的真情告白，谢谢。Hello Lucky，Hello 豪豪，你好。Hello 小薰，晚安。Hello OK， 哇哦，今天怪可爱的。谢谢游戏 Hero 的礼物，谢谢。Hello 阿红 ，Hello 面间，谢谢你的我来签到，呼呼。Hello 黑流星，嗨。Hello， 一封信，谢谢你的一封啊，不是一封信。Hello， 秋日红，谢谢你的一封信，耶、yeah。晚上好，今天放下报告，让自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啦。辛苦了，辛苦了。阿红每次都可能要早睡，还是赶报告的，辛苦了。可以啦，没事。Hello， 微微 ，Hello， 正义 ，Hello， 李猴子 ，Hello， 大胖妹妹 ，Hello， 南豆白香。Hello， 志伟，谢谢闪光星星，谢谢秋日红，谢谢阿红的手工饼干，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Hello， 阿晨 ，Hello 姐 ，Hello 邢仔强 ，Hello 翔哎，哇，翔哎，直接简称翔哎了。Hello Ting，Hello Lekun。谢谢蛋塔的闪光星星，谢谢 Ting 的闪光星星，晚安。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是我的刘海还是很糟糕。哦。就是那个，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会这样上去，所以它现在就定型了。然后直播的时候放下来，就是我的电脑被我强制修好了，它可以开哇！我真的是要它再辛苦多一下，我觉得很勉强他哎、欸，不好意思。有人说是不是没电？他不是没电，他电池一直都坏坏的，就是大概两年前左右，他的电池已经受不了，因为我就一直充着电，就是他就只能靠那个外面充的电来维持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没有音乐的感觉，让你们觉得。就是我的电脑应该是报销了，但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个好消息。对啊，可是今天的光好怪，为什么？好了，这样子，要不要去换个电池就好？它应该是整个机，你们是想要知道我的电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它真的是撑不久，其实有点危险，但我怕你们看到之后你们会吓到。我就把它关起来。哦，对，没事，就是我的电脑。然后大家看得出来吗？它其实已经，
它已经裂开了。救命！好啦，昨天我对我现在有钱，我已经跟我妈报这个费用了，请大家可以有空推荐我电脑型号，电脑型号，谢谢。我会找时间。我最近真的是蛮多东西想买的，就是对这个电脑的部分，还有什么？然后好，其他就先。买到再说，这样子。啊，对对，还有相机，我也想要买，就是那种轻很轻便的相机，大家可以推荐给我。赶快推荐，让这台好好走。哎呦，别这样嘛。Hello， 晚上好。晚安 ，Hello 黑杰克 ，Hello 咖喱 ，Hello 阿基拉 ，Hello 勇哥 ，Hello YNL。Hello 阿北 ，Hello Geek， 电脑很重要，对啊，什么报告啊，然后播音乐，基本上因为我没有 iPad 这种东西，所以就是电脑对我来说就是蛮重要的。谢谢冰策玄的礼物，谢谢，晚安，晚上好 ，Hello TS，Hello Snoopy，Hello 北秋香云。谢谢黑杰克很多的闪光星星，相机也可以包公章吗？你说跟妈妈包章吗？是不行啦。其实本来就是，其实没有支持我去买相机，他觉得手机就很够了。谢谢听的星辰，谢谢半盏的闪光星星，谢谢咖喱的相遇。电脑也剪片也需要电脑吧？没有，我都用手机剪的，方便。晚上好，晚安。用笔电，我现在也是用笔电啊。对，我的一直都是笔电，从我差不多要来2017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快要高中毕业，然后我妈就买了一部笔电这样子。手机拍，可是我最近真的觉得没有啦，我一直都觉得好像相机会比较。清晰，但我不想要买它太大台的，就是有时候出门会懒得拿。然后我有去看一些推荐，但是就是一直不知道怎么选择比较好，就拖一拖，一直拖。对啊，妈妈是帮我节省，她觉得就是一样的功能，就是不需要第二个设备，对，他觉得可以达到一样的功效，所以就是手机就够了。但我觉得手机也是可以，但我不知道哎。近期遇到的问题是容量不够，嗯。Sony RX 100系列有哎，单反吗？对，而且我又想要买拍立的，就是好多东西想买，没关系，就是再选一下。但笔电是。我现在已经拿到这笔就是已经拿到这笔公费了。等找时间去看一看。单眼吗？而且我之前想要买的时候真的是很佛拍东西，就是拍摄，就很想要买摄影机，就是真的是专拍影片的。但最近就觉得哎。算了，我这样想下去，我这种类型，我想下去不知道想到什么时候，感觉就是想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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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头发，你跟妈妈说这些都是偶像必备技能，看他接不接上，也没有必备技能吧，因为是别人拍。对，但我都是拍别人。买电脑居然有公费呢，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东西。哎，我都没有拿，不怎么拿了。每次都跟他说我会拿，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拿。对啊，但他就是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就是很，就他就很担心我一个人在这边，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哎，我妈妈真的是非常伟大，我爱我妈。母亲节快乐！
就是说他会一直问我，例如说现在快夏天，他说哎，你有买新衣服吗？要不要买新衣服寄过去给你？我说没关系，因为他选的衣服我都不喜欢。还有什么？就是他会一直提醒我去买东西，但通常他叫我去买的东西，我都不会去买。复活节快乐！对，复活节快乐。哦，对，然后我说，因为最近这两天比较就是有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我刚刚就有打电话给他，因为我今天还可以比较空闲，就是刚刚那一段时间八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说他最近在放，就是工作最近在放假，因为在放复活节假。我说哦，真的假的？复活节？就想说哎，复活节什么时候？原来是昨天哎，我完全，因为我昨天很忙，一整天都很忙，然后就想说啊，忘记复活节了。他说：“哎，台湾没有在过复活节。”我说：“对啊，没有在过复活节。嗯”谢谢安德路的枫叶，我没有休假。对啊，复活节有放假？有啊，香港会放，香港会放复活节，也会放学校啦，学校，然后也会放那个什么圣诞节。复活节在干嘛？你就放假，没有特别活动。不然复活节要干嘛？可能找复活蛋吧。对，今天是复活天，复活节第二天这样。小时候会玩那种找彩蛋的啊，还会画那个假的蛋，就是可能它是那个叫可丽龙，就是发泡糕。宝丽龙是吗？宝丽龙的蛋，然后画那个漂亮的颜色上去。对，宝丽龙的就是中文跟为什么叫宝丽龙呢？跟广东话超级不一样。广东话是发泡胶，就是发生的发，泡泡的泡，然后胶水的胶，发泡胶是这样吧？对吧？发泡胶，然后宝丽龙就是，哦，哎呦，音译哦，也是哦。但是你们会叫发泡胶吗？应该不会吧？对啊，宝丽龙。发泡膏，一直觉得是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东西吗？可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还蛮少宝丽龙的，只有在那种搬家或者是快递在里面看，因为我觉得台湾一直都是用那种叫什么纸盒吧，像是早餐店什么的也是用纸盒。香港的话，例如说，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就是香港的话呢。我们去买饭盒或者是盒饭，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去买什么叉烧饭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们宝丽龙的盒子。哦，法规改了禁用，原来如此。纸盒，对吧？哦，不知道香港现在有没有改。嗯，原来如此。太不环保哦！对啊，就是我们知道，我知道有毒，我知道有毒，我也知道，就是我也知道它是不环保的东西，但是就是香港还应该还在用，对。然后有一件事，我妈就觉得很，我妈刚开始看到我跟她视讯的时候，她也是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台湾有时候就是环保嘛，然后她就会把哦，还有卫生，然后她会把所有料，就是可能外送嘛，然后她会把所有的料放进塑胶袋里面，然后再放进盒子里面，然后她看到我就是这样子拿，她觉得啊很新奇，就是汤什么的都分开，她说哎，她都没有完全帮你
放成一盒，你们怎么还分开放？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是就是对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其实好像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其实还蛮方便，因为一直泡着那个面会烂掉嘛。对，然后但是香港也不会这样做，它就是放在可能盒子里面。对，减速，谢谢奥讲的爱的烟火。对，要吃再加一起。对啊，很酷哎。Hello，Hello， 梦梦，天哪，你出现了。但香港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方便吧，可能因为。我去拿外送的时候，他就是就这样带回家，我觉得超方便的，就是可能全部装在一起，然后就拿回家。但是台湾这样子做就是比较环保，卫生环保吗？方便，都很方便。耐热带 ，Hello 梦，稀客耶，现在也分开装了哦，真的、哦，那很酷哎，谢谢初风的。钟情玫瑰，我以为梦梦在忙。SHE， 你应该也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bling bling bling， 还要撕开红色粉，对，这就是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我都用暴力打开，因为就是我还蛮不会解那个绳子，然后后来忘记是谁跟我说。好像是宿舍吧，跟我说就是这就是台湾人的，就是大家台湾人才会打开这个，还是台北人才会打开这个绳子什么之类的。拜托你有听过吗？很久以前很蛮喜欢他们的歌，这样子。装热水，剪刀可以，不要，我都用手。忙完了，恭喜你，我帮你开，谢谢。从小开习惯。原来不会解开，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就我觉得很看指甲，指甲。对，香港外带，看店家。其实知道诀窍也不是那么，就是我知道它的关起来的理论是什么，我也知道怎么打开，但是有时候就是它绑太，就是那个结太紧了，所以就会有一点。麻烦，或者是用剪刀，对。以前在露面都还用，都红还用，袋装都还用袋装，转几圈的，对啊。对啊，绑太紧，大到全部红，是不是？我会一直挡到我的光看我的影子没有我的影子在这香港不会这样绑吗？香港比较不会绑就是用盒子装比较多，不然就是盖的，就是圆的盖的盒子，或者是塑胶的盒子，或者是，对，口红好好看，今天有点水润感。最近喜欢的就是我会拿两个混在一起，装在一起也有装在一起也有装在一起的好，对，就方便嘛，就是他们都方便，但是就是方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是哪方便的程度跟方式不太一样。谢谢 Steven 的。缤纷会员，小晴喜欢复活节岛的人面石像吗？人面石像，你喜欢吗？没有想过这一点。你说喜欢跟不喜欢的话，那算喜欢吧，没有不喜欢这样子，可以吗？水润感，不好意思，很慌。感觉很难得是吗？你说很难得我的口红是好看的口红。
跟口很好看是吗？头发很乱哎、欸。化完蛋放哪里？放在家。嘿、hey ，樱花瓣很久了，樱花瓣是2018年的。天哪，2018年难得很水润，对，对，我也觉得。今天小青皮肤好好，我最近皮肤一直都很好。我最近皮肤好像还真的还行耶，我就是妆发老师说，哎，觉得你近期有比较透亮，因为我前阵子实在是太糟糕了，就真的是很糟糕，就是痘痘，然后黑眼圈，灯光很低，对啊，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这个。最近少了熬夜，没有哎、欸，没有。但是呢，我最近因为偏干，然后就是还是有去好好去做护肤。想象2020喜欢2022吗？还是2020也喜欢橘色系腮红？因为快要夏天了，然后近期就有比较好一点，就有在敷面膜。对，我再一次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敷面膜很重要，敷面膜很棒，敷面膜真的坚持下去就会看到效果。明天希望可以抢到票，那个嘛，五月演唱会，睡得比较饱，还好，睡得比较饱也有，也还是有，最近睡得还行。可是我最近就是一直怎么说，每天敷，对，因为最近很干，所以就是每天敷。最近就是一直做梦，然后梦到的都是工作的事，但我会忘记，因为我没有把它记起来就会忘记。但是是超级就是现实的那种，就是跟现实的事件无关，但是都是成员，然后就是一些事情。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最近梦来梦去都是工作的事情。是没有在上班，但是就是人都一样，没有记起来就会忘记。你电脑还醒着吗？有啊，有醒着啊。你们是想要听音乐是不是？都梦到谁？就是梦到我们的成员呢、啊？忘了。比较常梦到柏林，不知道为什么。该梦了。你穿白色高跟鞋很好看，谢谢。刚收到消息，学校有两个确诊，明天开始听课。天哪，大家保重身体。谢谢熊熊的小鸡跑跑。建议你把电脑放比较远的地方，怎么了？太吵了，有那个声音是不是？对啊，梦。梦要跟我说晚安啊。跟布乐有很久没有，也没有啊，他就是我们蛮常见啊，就会在那个、啊、公司见到。谢谢 Alco 的浪之心，而且最近就是在练，就是五月的演唱会，其实还蛮常见到的。谢谢中和喵喵的猫猫抱抱，我想听单向箭头。天哪，有梦真是来休息的吧？你是不是最近太累啊？我忘记充电了，是不是？对，你是最近太累，所以呢，你来这边寻求休息。我错了，我会晚安的，晚安，晚安，晚安。下播了吗？快要下播了，没有了。这样
哇，为了我，为了我的梦梦，为大家播放单向箭头。太需要补充一下闪亮。我最近在听，也没有最近在听，我今天突然又想听专属天使，所以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超晚睡，因为我下班回家比较晚，然后我下班回家已经回到家已经快一点吧，然后就是搞搞那，就快两点，然后就突然很想要弹乌克丽丽，然后就看有什么，但我有很小声的弹，就是很小声的弹，就是没有到应该旁边其他房间听不到，希望吧，应该没有吧，我没有唱歌，对对对，我很小声，我就是抚琴，你们懂吗？就是比如说。的时候还好吧，这个程度有那个门呢，隔音还行吧。谢谢孩孩的那个麦克风，谢谢孩孩。对啊，然后就看到我今天是有9点10点起床，对，我好久没听单向镜，这种半夜已经听得到。你可以问问隔壁，我也不知道。但如果他们睡着的话，他们就听不到，因为我房间跟他们房间蛮有一段距离的。然后大家都关起门的话，我听不到我隔壁的声音，他们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不确定了。但对啊，弹了一下就关了，搞到我很不好意思哎、欸。你们这样子突然说，哦，一定听得到，有点怕。但是他们今天也没有生气啊，那应该没问题吧？好，先播一播那个。单向箭头，哎，单向箭头好听，大家有听过吗？应该有吧。而且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散步的时候会听什么吗？就是偶尔会播单向箭头，因为就是这种很舒服的歌。谢谢史努比的闪光，谢谢。谢谢柠檬的闪光星星。谢谢。小心好晚睡。对啊，我昨天真的是，可是我昨天算是还行，就是正常，也没有到特别熬夜。2点多3点的时候睡，然后因为很累，因为已经一整天了嘛，其实是真的蛮累的，然后就很快就睡着了。对，然后醒了莫名的醒了2次，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是怎么说，就是我不是整个醒来，不是说突然醒来，就是那种。好像压到我的手，然后我手好像麻痹了，就是睡觉可能动来动去，然后压到我的手，然后它就是麻痹，然后我就醒来，然后就调整一下我姿势继续睡。不然会爆炸。好啦，平常可以早睡一点，有，我平常有努力早睡1点附近。而且很难得哎，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睡相变不好，因为我平常不太会翻来翻去，我自己觉得。而且前两天一直觉得睡不够，就是明明�睡了够，就是可能6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这样子，但是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累。福德会前面吗？可能要问福德。
谢谢摩尔的闪光星星。晚睡的身体不好，对，你们也是晚睡的身体不好。最近比较热，很冷的，最近闪亮不会翻，我保证。是哪一种睡法？侧睡或就是我现在有努力让自己这样子仰睡，因为听说这样子对那个腰比较好。谢谢莫寒的浪之心。不然工作会睡着？不会，我工作超级不会睡着，待机也不太会睡，因为我就跟那个坐车一样，除非我真的很累，可能会不就是我能够放下心的时候我就会睡，不然的话我都会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但你穿短袖，因为我穿长裤，然后我有盖被子，我觉得天气刚好很舒服，我觉得偏冷。坐车不睡吗？除非很无聊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可能会，基本上不太会，就滑手机。回程的时候比较会，就是回家的时候可能很累的话会睡一下，或者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睡觉，大概就是手机没电的时候。星期日跑去春天泡温泉，当然天气很冷，而且泡起来很舒服。我知道你们很快耶，你们超快就去了，玩得开心就好。喜欢是对他的单向前头，喜欢你的第381天。曾经容易晕车吗？我觉得是睡得不好的时候比较容易晕车耶，因为我平常我以前真的不会晕车，我连晕捷运也不会，但是可能睡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很想吐，就是很晕，真的是晕的那种，而且可能比较陡吧，就是去温泉的那一次，浪梦的那一次，就是很长的车程，然后我就真的很晕，就是我来程跟去程都很晕。第五遍想念，好想成为你的某某。天啊，梦梦真是梦梦晕晕晕晕晕。梦梦，捷运晕有点，你都晕了小，市区的路也会晕，听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比较容易晕。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然后呢？哎，晕车，那个，看看，刘晓晴的歌单。梦梦今天怎么了？他累了。他累了。加油，梦梦！没有，他忙完了，他现在来休息。超久没播一口甜的这个。
Echo 田最近有什么歌推荐？ Echo 田最近没有在听耶，哎， Echo 田最近没有在更新。偏久没有再更新了，大家也没办法解释，因为现在是我直播我主场，每次都怪他，但其实他没有了，他还是对我很好的。是方对啊，大家昨天有看那个吗？因为我什么现在听着带你去流浪，不解释我的闪电是 number one， 确定吗？我昨天就在跟他聊原子少年的事情，因为 我有去，就是我昨天晚上有跟易云一起看首播，对，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有看，就如果有看到的话可能就会找到那个，真的很紫耶，就是认真，我也那一天真的很紫。原子少年看了，东东是情化妆专家，对，虽然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当医，就怎么说，有点像学姐身份，然后有点像评判的身份，然后去到录第首，怎么说？第一集的时候，然后去就是评分。我出现几，没有，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观众而已，就是就当一个观众，我有好好的去评分。这样，弟弟五二唱的很厉害，对，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其实没看到有一part，好像就是说，因为我当初看 Line Today 的时候有点小卡，然后当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所以就是看一点，然后没看一点的样子。对，你们会不会？我们不会天天，你们不会天天到的样子。经济很强，对啊，经济很强。然后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到很了解《原子少年》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但就觉得这就是去完录影之后，其实还觉得这个节目还蛮有趣的，所以感觉会看下去。对啊，很葡萄哎，谢谢阿奇的幸运四叶草，那是我染发第二天去的，然后我染完的时候其实非常紫色，但就是因为还没办法跟你们说我染的那个太夸张颜色，因为我连公司都觉得太过了，对，因为这是不小心染那么紫，但是第二天就要去那个露营，然后我那天就跟 Doris 跟雨桐一起坐在一起这样，然后也有见到很久没见到的平凡这样，然后就是因为那天才是第二天，第三后天就是录影的后一天，就是去拍那个 Pop Daily， 超葡萄是不是？对，然后那时候就还不能公开，不能跟你们说我染了这个头发，然后 Doris 昨天就回我说，他说那个时候还不能公开，但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小葡萄。对啊，可是我现在一点葡萄的影子都看不到，显眼到让你一眼就看到，谢谢。对啊，小失败了，小失败，但我对外公开都说，就是我本来就想要染紫色啦。现在已经没有葡萄，对，完完全全没有葡萄了。但这个颜色也还行，就是棕色。限定的葡萄，是的。一种方式，真的是哎，反而觉得不很适合你。我觉得，哦，对，这个是小新的失恋歌单。这样说，下次就有人说为什么不是葡萄色？对，你们见证，你们没有见证啊！你们哪有见证？你们就是
看到我的超葡萄，你们也没有看到超葡萄啊，你们就从我已经褪色了开始，然后记录的只有 Pop Daily， 然后原子少年出路，然后还有捷运会看到红红的，红红那个真的是我原本真的很想要的那个发色，但后来褪色褪太快了。你好卡，可是再卡也阻止不了我看直播。好啦，有啦，有吗？你就看到上面跟下面，下面是紫色这样，应该没有粉丝看到吧？就是没办法看到很紫的那个紫，而且那个紫就是有两个，就是有两种反应，要不就是觉得太紫，要不就是很适合你。小三美玲就很喜欢我的紫发。直播上的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葡萄了，我现在有记忆的只有玩狼人杀的那一次，玩狼人杀的那一次就是偏紫，就是下面是紫色，然后上面就已经变这样了。现在这个发色很好看，对啊，我最近很常就是这样随便绑一个包头，看不到头发，刘海看得到。最紫的就是那几天了，后来我就一直洗，一直洗。谢谢凡菲儿，非凡儿，对不起，非凡儿的闪光星星。其实如果要维持那个颜色的话，应该去买那个补色的洗发精，但是我好像还好，就想说，让它自然而然的这样。原子少年那个时候是最葡萄的，对。记录来说的话，谢谢 Martin 的星辰，谢谢思琪的星辰。最熟悉的下雨天真好听，喜欢诗雅的那种红吗？还好，就是蛮喜欢诗雅那样子，对。但是可能比较对红发还好。只是一个食物变成那个红发，我想要就是本来是想要染就是粉棕色，对，现在有点偏橘红吧，采访那天是最早记的，姐姐会觉得你紫色 NG 吗？对啊，她不是觉得紫色 NG， 是太觉得太深了，就是太明显，颜色太深了，太特殊色了，对。本来是粉棕色，直播头顶还是很紫，我头顶一直都不紫，因为我头顶就是长出来的新的头发，然后就是跟我之前有漂过头发，所以就是下面长出来的头发还好，就是它比较难染上颜色，但是因为下面头发漂过，所以比较很容易就可以染上的头发，所以就是变成头顶跟这边还是有一点点色差。长很慢的，最近这样看不出来，但是不知道。是光线，对啊，就长蛮慢的，好像这一次，但我头发变很长耶，长很慢也是优势，因为省钱是不是？我现在才到这里耶，但感觉我不知道我留到什么时候，可能有一天就会开始剪头发。
也快公演了，大家快公演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就公演了。可口可乐 Zero Sugar 目标流到哪里？没有，顺其自然，对头发暂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像是有时候像是公演，现在就没有要规定就是头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绑什么。但我比较不爱就散发，对，因为我很容易就是搞到自己很乱，超随性，对啊，随性。谢谢小神的梦幻泡泡。期待双马尾在线的，我没有双马尾跳过公演吗？单马尾是想，可是因为今天这次的因为我的公演就是要戴那个奇迹的帽子，然后就是绑马尾的话就戴不了那个帽子，所以就没办法绑马尾，不然就要踩来踩去，可是踩来踩去我怕就是会有变数，就是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马尾公演真的是超级方便。好，说我的歌，这是星空剪影。突然开始卡卡，我那时候应该不可以，小一又看不到，想要看照片是不是？最好打理就是辫子真的是很棒，包包头藏在帽子里，你要不要试试看？真的是不行耶，包包头就这样凸出来，就是压不下去啊，帽子就会掉了。掉了之后 ，Raven 就会开始说：“啊，小晴的帽子又掉了。”然后就开始讲。Hello 杨果 ，Hello 奥果 ，Hello 游戏 Hero。我觉得因为在房间，拜拜小晴，今天先下了去考试，加油吧你，加油，拜拜。Hello 宁宁 ，Hello 阿 K。Hello 柠檬，就是你们就期待吧，就是。可能是一样，也可能是不一样。我可能就看到时候，到时候的心情。不要点我痛处，你可以看我们五月的演唱会。明天抢票，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没事啦，可以的，加油。你是想来看的，我也希望你能来呀。你也想看，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住，不要再有疫情了，不然最近疫情又起来，其实真的是偏可怕。你也想看，来啦，来了。唯一期待就是等专辑到货，大家保护好自己。对啊，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成熟，因为我爱呀呀爱呀呀，这就是爱呀呀爱呀呀，没人比我更懂你，无法
怕耶。而且因为为了让，就是希望五月六月的五月六月差不多，就是五月六月这段时间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成员们也很小心，我就是乖乖的没事不要乱出门这样，真的是很小心。来练习游泳来看，现在是这个世界一直在阻止我来看你啊，真的是。还是我们来弹乌克丽丽，反正今天比较空闲。我今天也弹了很久，就是我今天，发发，是下课回宿舍的时候，然后他就敲我的房间的门，他说你在忙吗？然后我就听到他说你在房吗？然后那个时候在唱歌，我在一边弹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就是我的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消闲活动，就是突然最近就这两天。突然在深夜里面打开了我的乌克丽丽的，就想要弹乌克丽丽的心情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康康，他说你在忙吗？”然后我就听到他说：“你在房吗？”我就说：“在。”嗯，你现在有空啊、哦？他说：“那。”然后他就继续敲，那就是你在就是他可以进来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打开门说：“怎么了？”然后他就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后讲完之后就，然后我就说：“哦。”他说刚刚。我问你在忙吗？我以为你在直播，这样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在唱歌，他说我在唱歌，消遣活动，难怪三点才睡，还好啦，还好啦。刚刚是什么？刚刚是输入法打可爱按五，按第五。你在忙吗？我在房间呢、啊。因为我刚好看到他有简，就是很简单的谱。是什么？像微风的啊，像微风的微，他静静收。可以，就是你们就随意。
中的人是你变得慢慢变这怎么唱等一下哦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成熟我从刚认识你变得慢慢变得成熟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这就是爱爱爱爱爱爱没人比我更懂你啊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can compare to you 要不要用滑的因为我爱爱去猜呀呀猜呀呀但是它原本就是这样子哦我手不够快大家你懂吗谢谢谢谢麦克风谢谢蛋挞好重来重来慢慢你们今天就听歌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n tonight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你知道我是这样 only to you. 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成熟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这就是爱爱爱爱爱没人比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谢，掌声鼓励。今天休息太棒了，是不是很久没唱歌？充电充电，谢谢爆竹，谢谢中医的麦克风，谢谢掌声鼓励。还有什么呢？我今天还弹了什么？专属天使。谢谢小孩的真情告白，好听，谢谢。应该还好，就是因为弹的时候通常都会很走音，我也不知道，希望还好，自己不太知道。谢谢谢谢，专属天使。唱歌比较开心，但
是只能单做一件事，哎，真的还真的不太会弹乌克丽丽，但是就很喜欢弹，你懂吗？就是当你会了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很想弹，对。要不是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哎，弹错了。key 起太高，还好，这个就是差不多，因为这个是有升 key 的。这个 key 是对的，只是音准会很飘而已。好怕哦！天哪，怕什么？嗯，我最近就是一直在闭高音，一直在闭，一直在闭，就是。还可以干嘛呢？这是啥？这个我没有弹过了。新歌有什么新歌？有什么新歌可以练呢？热爱105度的你，我弹过吗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这个是什么 key？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就这样。这是什么 B 麦？我怎么记得有一个超简单的简谱？小手拉大手，大手画大小手。大手拉小手，大手牵小手，大手拉小手，大手撩小手，不是很难吗？那个大手拉小手，还记得他，哎，他，超级讨厌这种。算了，随便弹。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不行啊，他一定要那个。不是，我真的很不太会那个。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下下下上，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这种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一定会走，就是感觉会弹不会唱，会唱不会弹。举起，有感受到我的那种害怕吗？就是也不是害怕，就是那种不熟悉的感觉。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爱上了我，有了场拥挤的真实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遇见
感谢我们一起你们很像妈妈欸，爸爸妈妈，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Thank you.
什么？Hello， 君燕，没了，我的谱到这，其他都在小红书。好了，就这样。找回老本行，老本行。弹一弹就又开始唱歌了，结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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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晚安，阿红。今天好幸福，好了，好好休息。今天的你是否也有美丽心情？什么时候拥抱我都可以，听着最爱的旋律，调整好脾气，才能开心健康过生命。你总是健忘，随时都要我提醒，手机铃声响个不停。世界冲走了年少也没关系，你的名字会带我去找你，想走进你心里那座茂密的森林，每天躺在你怀里，透过缝隙听树叶和太阳的呼吸，还有飞鸟的声音，想住进你心里那座茂密的森林，每天躺在你怀里，偶尔躺在草地上看掠过的流星，这样的风景怎么能不甜蜜。现在是就是让 Live 不让我唱歌，可能我唱的不好。选错歌吗？选错歌吗？选错歌吗？居然有这种事情，是我选错歌了吗？不然要唱什么？好热，还是我昨天够热？天啊，真的是。什么时候拥抱我都可以，听着最爱的旋律，调整好脾气。我现在好脾气哦，我没有坏脾气。半分寝てた。起きて。いいよ、いいよ、寝て。寝てください。今日お疲れ様でした。OK， 谢谢。
还是要换一首。其实也快结束了，就想说很久，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还是可以就是随便开心，就是开个直播，然后就一直在像我平常在家里一样，就是一直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对，但唱了之后浪就卡住了，浪就卡住了。好，那再一首就差不多结束了。太过分了。听什么？今天在唱很久以前的歌，哎，唱什么呢？宿舍有人会洗澡会一直唱歌吗？不知道哎，但是我不会在洗澡的时候唱歌，比较不会。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可能会，但现在就不太会。唱什么呢？唱什么呢？今天的你是否也有美丽心情？什么时候拥抱我都可以，听着最爱的印象中，对啊，我一个哥哥，什么时候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地震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啦！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哦哦哦，在我换镜头，吓死我了！不要吓我！怎么办？还是，可是有很多想唱的歌耶。还是我们就嗨到最后，嗨到最后醉了。天哪，今天这是唱歌好心情。唱那个可以呀，好啦，看看怎么样啊。对，我本来是想，我刚刚讲那个原子少年，本来是说，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终极三国，大家也知道嘛，然后还没看完，没错，因为太多集数了，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看完，那我现在已经看到30几集了。然后因为宽达哥不是演吕布吗？然后原子少年不是也有困大哥嘛，然后就是因为我一整天都在看，就是终极三国，连工作的时候空隙空档我都在看，然后我还就是让就成员说，哦，跟你说我现在在看，就跟成员一起看之类的，然后就说就是一整天在看终极三国，然后在原子少年又看到困大哥，我想说哇，对啊，对，所以我现在要唱曾沛慈的。这个感觉还好吧，很久没唱，我以前超喜欢这首歌耶。
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的醉，都是朋友的安慰。还没开歌词，都不是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对啊，完全没变，夸张了。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我还有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喜欢，很喜欢这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绿色哎，天哪，香麻带劲，多利多姿川味花椒鸡口味新登场，可以我想我，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谢谢。说不痛苦那是假的，毕竟我的心也是肉做的，你离开时我心里的彩虹就变成绿色，灰色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黑色，若不
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所受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成果当现实。不去计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灰色，灰色是那个、啊、歌词，我刚刚唱成绿色了。说很快活那是假的，你的名字依然那么深刻，每个字都刺穿我的心脏，那些你的痛是红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所受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成果当施舍。不去计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谢谢熊熊的麦克风。说什么绿色呢？这里很长，长到非常长。谢谢钟莹的掌声鼓励，谢谢蛋挞掌声鼓励，是玉安的爆竹。没有跟着呼，这首歌出来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是绿色，护眼吧。是几分钟？那小景看的哦，是八大的90分钟版吧。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所说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想听。房间会摆绿色植物吗？不会，因为我会忘记照料它们，所以我不敢养任何有生物的东西啊，有生命的东西。绿色护眼，绿色，我最近发现绿色很显白。我最近真的是发现绿色的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穿绿色的衣服？是因为绿色真的很显白，衣服啦，就是衣服。你们有推荐什么歌吗？就是中文比较好唱的。绿色的衣服不好配。小婷还需要显白吗？需要，你可以试试仙人掌啊。欸，我有想过要买仙人掌，欸，但我还是怕。对，最近有什么那种，最近有什么假抖音歌？我想一下，我最近真的是没在听歌。欸，夸张，夸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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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啊，对啊，最近就是红回以前的歌，然后听到 Annie 唱《哎呀哎呀》，拜托的。哎，那你们有听过？哎，不哭了。小心肤色很白，谢谢。不哭了。好，现在才14分，我们可以唱到11:30。
兔。听着听着又哭了，朋友口中听说你和他的。窗外天空失眠了，星星还孤单的闪着。原来我最执着的，竟是你从来都不在乎的。放开手，天突然亮了。不哭了，不哭了，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哼着你的歌，不哭了，不哭了，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谢谢你让我明白，失去你才会快乐。之前听夏唱，哦，真的假的？夏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不是也没有啊？也没有啊，就小学的时候，就是有在听。听，哦，还没。听着听着又哭了，朋友口中听说你和他的。窗外天空失眠了，星星还孤单的闪着。原来我最执着的，竟是你从来都不在乎的。放开手，天突然亮了。不哭了，不哭了，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哼着你的歌，不哭了，不哭了，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谢谢你让我明白，失去你才会快乐。哭过的人才会懂，爱没有麻烦，微笑的人总会有幸福的可能。不哭了，不哭了，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哼着你的歌，不哭了，耶耶耶，呜。不哭了，不哭了，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谢谢你让我明白，没有你我很快乐。没有，我刚才想说可能就是充电怕它过热，我感觉是过热它才会，这是什么东西？才会那个，才会卡。哎、欸，很开心哎、欸，哦，怎么了？这是失恋歌哎、欸，失恋歌怎么还唱那么开心？那怎么这里已经就是哎，差不多进去。那是什么叫声？就是这个是什么啊？广告。失恋也要开心。还有什么呢？
好多那种旧歌。我那时候是听那个，就是我的学，就是学长嘛，师长，哎，师哥，师兄，学长，就是小学学长，会听《哎呀哎呀》，张韶涵呢？以前很喜欢张韶涵。嗯，学长，师哥，师兄，就是没了。听说你和他的。星星还孤单的闪着，原来我最执着的，其实你从来都不在乎的，让爱受点突然。师雅，师姐，师姐。师姐是那个诗雅的诗，姐姐的姐，师姐，师兄不是那个吗？师父，师兄，师弟，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噔，不知道哎，不知道他唱什么了。放开手，牵住人流的，是雅姐，雅哥，师哥。不够成熟，我好像不会唱，也不知道，看看，感觉。爱达不到，你和难道真的是了？说不通，假装像没想到，理由倔强太激动，却不让。你会唱不哭了吗？不会。刚刚不是唱，哎，我刚刚唱的是不哭了。笑着和你回首，想要唱首感觉。Hello Nan， 那是什么 ？Hello Nan， 哦，我吗？私ですか？私ですか？本当に？ハルコ。嗯，我在浪费大家时间，天哪！抱歉，你们的宝贵的时间被我浪费了。你说12秒吗？12秒？你说 HKT 的12秒吗？12秒可以呀、啊，绿豆泥可以耶，加啦加啦，嗯，
不懂你。哎，再次，再次。テトラポッドに寄せて返す波音、君が近づいた気配がする。今始まる。唇に触れたのは柔らかなダイヤモンド。今まで君が守っていたもの、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だろう。僕はただ腕の中に君を受け止めるだけだ。お化けないよ12秒。不会了。唇に触れたら、嗯，好了，耶耶耶，后面就不会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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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哒哒哒，啊，素晴らしい世界に今日も乾杯。街に何話も見えない見えないふりをしたんだ。気が触れそうだ。ふるくるだけいい匂いだ。ずっと刺したそれ。この世界で何ができるの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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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你继续，你继续。好了，差不多了，其实。弄倒的东西，哎，他是谁？哎，我有听哎，可是哎不太会唱。很常在是什么？是忘记是哪个 YouTube channel 的，也是音乐的吧？然后音乐的频道的，就是他的片尾宣传那边就会用永安手臂的歌。然后就在听。嗯，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我一无所有。你说只要你，不对不对，不会唱。吓到吓到，没事没事，怎么被吓到了？吓死！啊！抱歉抱歉。抱歉的是，嗯，我知道了，我要再唱，唱完那一首就，唱单向箭头，唱完就结束，怎么样，大家？谢谢 CKNK 的闪光星星，谢谢。被吓到手滑，手机打开，好好笑哦！好怀念的歌，唱都唱。有始有终。嘿。
季节以后，白昼变薄，夜晚变厚。怎么四季以后，我们还像平行的线，素不相谋，构造一个以后。枫叶藏在眼眸，或者雪花落在十字路口。视线对上以后，喜欢变得不可置否。确认激动以后，他的名字怎么突然朗朗上口？打算靠近以后，我却没有别的寂寞，借着余光把它描绘。喜欢是两手空空，是眼眶红红，是蠢蠢欲动，是来势汹汹，是似懂非懂，是风吹草动都让我心事重重。喜欢是不问行踪，是来去匆匆，是月下朦胧，是无法收工，是独自独懂，是渴望扑进怀里与他取暖相拥。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好啊，那顺便来念个排行榜，谢谢大家进来看我的直播，那我也播了两个小时，谢谢大家丢的礼物。好，那我念咯，感谢。第十名是蛋挞，高在高他。第九名是信伟，谢谢信伟。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七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六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五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四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然后第三名是 Tin， 谢谢 Tin。第二名是阿纯，感谢阿纯。然后第一名是中和喵喵 Anna， 谢谢中和喵喵，谢谢。一点点流走，我也在挥霍每个靠近他的理由。是我依赖这份温柔，他越加成熟，我越加软弱。他向我伸手，我自愿上钩，仿佛只有抓住他才是正确出口。是我沉迷在你眼眸，春天的石头被夏天收走，秋天一插霜在冬天拼凑，是365天指向你的箭头。一阵风吹吹散以后，两天心动三天无措，第四次回头等你也看我，第五遍想念好想成为你的梦梦。喜欢是对他的单向箭头，喜欢你的第381天，今后谢谢。好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陪伴我的两个小时，谢谢。然后谢谢大家今天唱的歌，谢谢。我是不就是有时候也不太知道，就是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就是偶尔唱唱歌，还是就是聊天然后你们就可以回我，因为唱歌的话感觉就是比较没办法回，但偶尔就是唱唱歌这样。那我
就要关直播了，谢谢你们两个小时陪伴。然后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生写真直到20号还有两天，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是喜欢这次的生写真主题的话，可以去指定小青。然后再来就是 reset 公演会在我们的这个礼拜六 ，Unisacra 是礼拜六的中午下午1点，对，然后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 reset 公演。下次直播应该是，哎，我看一下。但是直播是星期四，对啊，对，星期四，那我们就下次直播见啦。明天可以开始抢，明天开始抢票的是那个我们的5月的诗雅毕业演唱会，对，哎，还有异想天开录音上集首播，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异想天开，异想天开。可以去搜寻一下，点开。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大家，谢谢你们，晚安，明天也继续加油。拜拜，晚安，谢谢。谢谢你们，晚安，早点睡，拜拜。